淡淡的麻油味，浓郁的南洋乐沙味，加了好吃的排骨酥或是满满的海鲜。今天想吃哪一个，请选择。高雄市政府举办高雄锅烧面大赏，50位试吃员当场试吃后投票，选出锅烧面人气王。我们的锅烧的料都是自己纯手工用天然的食材去炒的，然后味道比较浓郁一点，然后所有都是里面的配料都是用圆形的食材下去放这样子。2024高雄锅烧面大赏经过网友网络票选及评审团评选，选出高雄十大锅烧面店家及最佳人气店家。那希望呢，观光局办这样的活动，能够把高雄的锅烧面特别的这样的饮食文化跟好吃的店家推荐给全台湾还有国外的观光客，让大家来高雄都知道，来高雄一定要吃锅烧面。无论早餐、午餐、晚餐、宵夜，来到高雄记得吃一碗锅烧面。正声记者王静慧、夏伟记的采访报道。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正声广播电台。